的情况是这样。它的公共的区域装饰很贵的，只有展览价值。这是很有风采，它在这个城堡出现。从那里进来，两边是一个可以上去的这个阶梯，进去就是布列塔尼的公爵的城堡，蛮漂亮的。这里有一个侧边的一个塔，也许有开放，刚刚看没有开放，其他人都还关着。掉了这个灯笼，好像是中国的。我现在正在城堡的右边，还想把它沙发城墙上面去。哇，上来这里蛮高的。那边尖塔后面都是教堂，它是从那边，现在我经过这里，到达这个水的这里，也是有指 SNCF 红色的那个车站。是后殿，刚刚找到人走过来。这护城河它很刻意下面有画，有绿色的，都是绿啊，绿啊，在这个地形转一圈。看到这样，从那里走过来，就是刚才走过来的地方。它有火车，货运的火车的很重，这个都有那种防疫公司的射箭的。到一圈到了。
都是15世纪这个。这个城堡是15世纪建的，这个也是15世纪，这个是15世纪，这个是13、14世纪。这里有收银，这另外有一座教堂，下面是围着玻璃进去。漂亮的景色，鸭子、小孩子在那里会。从那边走过来，9:50，大概这样绕了一圈，大概花了30-40分钟了。现在有展出这个中国的1700到1860年的东西，法国跟联合的，像武士装啊这一类，他才会那边会张灯结彩，住在去美术馆。出来了，现在旅行团开始也要过来了，我想就循着这一条巷去教堂前面走一走，然后绕过去那个美术馆。教堂的全景正面，我前年的有拍过，现在不想拍了。因为它还要再走很远才能拍到完整。从教堂这边拍过去，是这个景象。教堂门口拍出去。这以前没拍的雕像，那法国的雕像很美，平常不开的。这是很朴素的一个教堂。我这里现在是从左边。是没记错，在这里，红叔啊，跟他太太的坟墓，这里是不是谁的？
那个才是他的本命。现在是10点了，这块玻璃不简单的，有点脏了，就是年代太久。Yeah.